109级化成4，人修2700，攻击150，烈术基本送，强壮神速1200，师门技能满的不加啊。然后是化成4，原始种族魔族，12年啊，10年老号，限量祥瑞，团子500。这个号没有太多的花里胡哨，两个格子。再看锦衣，锦衣血魔影360，星河乐章360，雨仙歌360，翻版1500，两套染色，黑加白。这号神器68.5的治疗，非常的酷。哎呦我去，这个神器怎么弄得花里胡哨的呢？两个药两个力啊，火药加力木，这家伙的给他算上一个2000吧啊，2000到2500，弄得有点乱。2000其实有点少，但是其实想更新的话还得继续花钱。哎，又是一个三技能谛听没在演啊，兄弟们马上要出三技能谛听有演的了，拿走100发火箭了啊，还有能看见 C9 的点点。嗯，欢迎我们的稀客本色哥。本色哥江湖好久没有看到你新出的作品了。空号差不多了啊，空号差不多，开始算装备。精青神农加八蛇，这个项呢提升了10多点灵力，但是换来了顶配的神农效果，加上一个1800。鞋子流云加八蛇啊，1800。腰带愤怒加八蛇，失败了一次，2500。啊，衣服的话是一个201，双加39，熔炼一点。啊，这衣服属性真的高，八蛇1800啊，就是双加体耐、双加体敏啥的就起飞了。武器的话，水清十段宝石1800啊，十段宝石以后还没人出伤高，就是一把国标帽子，罗汉金钟加八蛇，然后还不是强化的，给它算上10500。三属性的灵士7000，三属性的灵士7000，双治疗一速度啊，这个能卖上一个，防御还爆了7点4800，耳饰。能卖上一个2200，200加4个800。第一次玩09时段的壁垒，感谢小坑羊，感谢花豆。这只宝宝6500，技能的话有进步的空间，但是实技能进阶110，1200四个。宝宝装备是71高神套，宝宝装备73。宝宝装备的话是70，三件宝宝装备高神套给他个2500，这只9技能进阶110，双姿可以壁垒啊，还是给他一个3500块钱。宝宝装备53加血，宝宝装备的话是59啊，宝宝装备59，三件宝宝装备600，引弓进阶110，八技能给他算上一个2200。宝宝装备69，宝宝装备71，宝宝装备68啊，这个属性都不太达标，给他个1000。这只耗子逆境特性有没有？逆境特性有啊，给他算上一个500。这只宝宝逆境特性有没有？食药的特性，食药特性跟敏捷挂钩，这食药写的有点低啊。这只宝宝的话大概1000，又是花豆又写出了一个三技能谛听没得演，马上要出演的了啊，兄弟们，再加上个1000。最后的一只有逆境没？没有逆境啊，给他个150。150加1000，再加500，再加1000，再加2200，再加600，再加3500，再加2500，再加6500，再加800，再加2200，再加4800，再加7000，再加7000，再加10500，再加1800，再加1800，再加2500，再加1800，再加1800，再加2000，再加1500，再加360，再加360，再加360，再加500，再加1200，再加1150，再加2700。这号怎么就6万多的号呢？这号怎么突然就变成6万块钱了呢？哎，这号我也没加啥，就6万块钱了，哪里能值个6万多的呢？哎，就是这么神奇，梦幻西游看起来什么都不值钱，加起来就他妈好几万啊！能买台小轿车，